这事儿啊，你想变更这个股权，这都没问题。但是啊，法院那边还是会追究咱们当时这块时间的事儿。现在目前第一个啊，娟儿，咱们不是跑路，咱们是强迫被关闭了。咱们如果要是资物抵债的话，也是足够的，听着了吗？我听着了，你说吧。这个不是说谁跑谁顶的事儿。现在我们知道你现在挺累，我们也理解。确实也感觉挺对不起你的，就说我和老费在派出所的时候，我们俩就已经承认了这个店的股权是我们俩的，各占50%，让你郑娟当的法人是帮我们的忙，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，只是说现在给你造成的困扰就是这些会员有的时候去找你，这点目前咱们商量商量应该怎么办，其他的事儿你都不用管。我现在就直接想让把那个法人直接，本来法人股东都你们直接全转过去，我不想掺和到这里面，能转我法院我已经问过了，工商那边也问过了，可以转。我也问完了，我律师我也问完了，现在你转完了以后，也那段经营期间也是你证券是法人，对，完全就是说是我法人那段时间经营，我也没参与任何管理，也没有经营，反正本身找不着我的。现在目前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到这种情况下了，你现在就是把你整个变过来也得找你证券，你也是躲不了，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这么去折腾，你就是来配合我的律师就行了，我让律师去出庭，一切让律师去打，你不用管，你就在店里装，那就是他们来了就尽量别让他们看见或者是躲开，跟他们咱们没有正面的冲突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就 OK 了，其他的所有的一件事我安排律师给你去，我安排律师去，你不用去，电话不用接，我给你安排个律师行吗？不用安排什么律师，我这边已经问好了，能转我们转就行了，不用麻烦那么多，律师我也找好了。邓娟，你现在不信我，现在就是所有的事儿你配合你去，然后你不按照我的计划走，那我也确实没办法执行，那也就只能找你。我姐现在已经找到律师，已经在法院那边都在起诉，都在走，我说那个能变更，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必要下手，你下手只能让这个事儿越走越费劲，让整个这个事儿越走越费劲。法院也说了，他们意思说这个完全可以变更，不影响你直接变更过来就行了。这个那你现在目前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你现在还是不愿意配合，是这意思吗？你现在就是想变更，我现在就是想变更。邓娟，我再跟你说一点东西，你看证券，你记得之前你给我签的东西，喂，签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记得你给我签的纸吗？我都没用过这个东西，证券，我一张都没用，真的。我就和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所有这些东西，我都没用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直接找你，我觉得咱们之间是一条心，我就觉得你必须得跟我 meet。我就回忆这个整个案件的发生，从一开始变更法人再调店再到这个资料的话，齐贤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预谋的。但齐贤的话，他事先早就想到了这一步会发生，后期会发生这些事情，他怎么应变。齐贤在3月份左右他让我签了好多空白纸，在后期的话就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，这个是说办理保险的时候肯定是很容易他们能拿到的。就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肯定他后期会拿这些东西，会不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。明白。那也就是其实现在你也受到了一些威胁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那我听完了，看来他跟你们是一样的，也是这个事件的受害人。现在发生这个情况的话，家里人知道吗？不敢说，因为你想，我那个农村的，我爸都60多了，我妈55了，其实他们也没读过书，说了之后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也不知道，还让他们担惊受怕的。